主料，茄子一根，猪肉末1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香、胡椒粉、生抽、鸡蛋一个，面粉、葱、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偏瘦一些的猪肉剁碎，加姜蒜末、生抽、胡椒粉、香葱，往一个方向打成肉馅，茄子切成荷叶状，加入肉馅、面粉、鸡蛋，水调成糊状，杰克放面粉糊中打滚后，下油锅煎炸至右面金黄熟透即可。成品照，烹饪技巧，煎炸时中小火，不要外面糊了里面还是生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